各位朋友，大家早上好！今天是7月5号的早上，今天蛮热的，一早就感受这个热浪逼人。今天一早来面包店买个面包吃早餐。哎，这个鱼柳包已经没了。鱼柳包最紧要等佢几分钟啦。等几分钟啊？等我睇下先。哎呀，想吃这个鱼柳包。他家的鱼柳包挺新鲜的。那你要几个啊？一个先。啊？一个。本来这里都是做冷盐的，因为现在还是饮水。OK， 3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唔记得带钱，我翻嚟攞钱先。OK， 你攞佢就翻嚟俾咧。OK， 一阵俾。OK， 攞一阵翻嚟俾，唔好意思。喂，呢度你，放心，一定攞过嚟。啱啱出嚟，好食。哦 ，thank you， 因为忘了。忘了拿钱。哎呀，小心，好热啊！得 ，OK， thank you， 一阵攞钱嚟 ，OK， 好。thank you， OK， 忘了带钱，因为没有带钱包，不过都是熟的，他说一会儿拿来了。就是今天法拉盛的情况。这是我的工作的地方，如意珠宝法拉盛网，如意珠宝拍卖，我们服务很多元化，有收购黄金、钻石等服务，还有拍卖，就大家有需要啊，就可以送拍。